观看本片请勿佩戴耳机，并且降低音量以免残害您的耳朵。你们可以告诉我这里到底要怎么上去。来来来，我现在顶就顶在这，告诉我我知道这里怎么上去。哎，我是上来了吗？是吗？这是上来了吗？靠北上来了、欸，干你的！哎，这怎么？啊！干你的！他妈一直滑，都滑小！干！哈哈，这石头太滑了吧！很好，开始嘻嘻哈哈了。想办法先勾住右边的灯，再勾左边的灯。右边的灯，我知道，苏豪哥，豪哥，但怎么勾的灯，就诚如你所见的，我现在连灯都抱不到，我只卡在这里。之前从天空中掉下来一次，你这次还想再掉 XDDD？ 不，我不会再掉了。哎，我很有感觉。我碰到了，我碰到灯了，我碰到灯了。你铁锤空的一小声，是我人生的一大步。技术好，技术好，有操作就不怕我掉掉，随时可以爬回来。嘿，四，好顶哦！一二三，也很接近了。一二三，干！我上去会卡、欸，我是不是要先黏住旁边啊？你要弯掉，三。你靠近，你不要掉下来！But this is not true. You're sure to be happy again. And knowing this, truly believing it, will make you less miserable now. Abraham Lincoln. 这一切都是上天在考验我的意志力。上天在测试我，我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做一个实况主。我会让他知道我有。
来了，他的车都回来了，没什么的，拉的挺高的兄弟，看来你又恢复了活力，我们再战一轮。再卡上一点，再卡上，卡上去一点，屁股，屁股用力，屁股用力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，三，兄弟，我陪你，我陪你，多少难关，多少的石头，多少的悬崖峭壁，我陪你一起爬山，三，屁股，屁股。I did not die. I did not die. Mary Pie.再也不玩这游戏，再也不玩。Never， 操！我爬那么久，我爬三天三夜，我打了我滑鼠都没用那么用力。你知道怎么我是怎么玩的吗？我第一次我用两手控制一只滑鼠玩一个游戏，我这样哎，我这样哎，我很怕有个闪失，一个没用好。我这么细心，这么谨慎，这么努力的在爬，我就这么一锤，你让我回到平地，我操！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，有的话看一下镜头。嗯。